本篇。在桃子国小五年甲班教室，小郑和小琴正在聊天。小琴，刚刚数学课的百分率你听得懂吗？我不太懂打折的部分，你可以教我吗？我也听不太懂耶。那不然我们去问问看小陈吧，他的数学比较厉害。好，那我们走吧。此时小陈正在教室图书区专心地看着小说，突然竟然有人把脚踩到小树上。
其他国家每天都有小孩饿死耶，真是过分。也让打扫厕所的人能有愉快的心情，敬礼。